进来，叶区长，技术科装备交报道。当了科长以后，感觉怎么样？戴局长很是挂心啊。请帮我转告戴局长，技术科同仁一定戮力同心，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。跟您汇报一下，能派出去的侦测车，今天都已经上街了。不管共党分子躲在任何一个阴暗的角落里，只要他们动手发报。 就一定被我们监测得到。我相信美国人的这批设备更相信技术科的同仁。老潘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张照片是在这拍的吗？这城里照相馆很多，背景大多相似，但这张照片确实不在本店拍的。你还是去别家问问吧。谢谢老板。 叶区长，行动进展顺利，已经按你们的指示进行了重点排查，现在城里所有的照相馆都在我们的监测当中。这批美国的监测车果然好用啊，发挥了关键性作用。至于你们虽然有伤亡，但收获也很大。是科长指挥的好，行动队那帮只是抓了一些没有用的小鱼小虾。继续24小时不间断搜索。是。 现在重庆敌特方面究竟有什么动向？我们埋伏在国统区的广大的情报工作人员已经调动起来了，各种情报正在源源不断的汇总过来。准确的情报至关重要。毛主席的安危关系到我党我军将来的命运呀，陈龙啊，情报工作。 是一切工作的基础。只有掌握了准确的情报，我们才能在战争中掌握绝对的主动。慢走。哟，肖长官，要点什么？一颗红细胞。好嘞。给。七叔得到消息，延安有军统。 安插的红护组，他们在打探主席是否去重庆，很有可能会威胁到中央首长的安全。赶紧安排请将军速查。放心吧，但是你一定要小心，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一直在活动着。明白。天线才是我们的重点监测对象，所有装了超过广播接收标准天线的。 都跟我先抓回来再说。是。不要一天到晚就跟我说是，知道从哪里下手吗？贫民窟、二层以上的建筑、近郊区，这三个都是我们的重点排测对象。所有城里主要高层建筑的最高处，都要架设我们自己的天线。有了天线，再加上流动侦测，相信共产党的无线电台将无所遁形。明白了哈。 行动吧！是。
接个火。你们每天没日没夜的这么巡逻也怪辛苦的。没事儿，还有侦察车呢，我们就是摆摆样子。 差不多可以开始。我刚才已经看过了，敌人的监测车每隔15分钟就会在前面那条街过一辆。刚刚过去了一辆。新车吗？ 什么事情，电报一定发出去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尽快发的。 酱油没有了，我去打一些。哎，好嘞，早去早回啊。好。